侦探苏之樱桃篇。我大侄儿在纽约名牌大学读书，长得帅吧？没有没有，我八点要上早课了，先回房间了。你表哥那么上进，你怎么不好好学学？可是樱桃厨艺很好啊。厨艺好有什么用，长大最多是个厨师。我有点困了，先去睡了。怎么才八点就困了？早。20:20，是你肚子痛，表哥。昨晚那个时间只有你离开了，不是我，我真睡了。不对，车厘子的手表是纽约时间，凶手是你。案发时间是几点？车厘子是怎么挂的？有人知道吗？帅哥，来吃麻辣烫啊！减肥呢？管住嘴，迈开腿。来来来，不用节食运动，身材大阴机，你们看。真的，我也有用。王冠不是好人，你们别信他。你是怕抢你生意吧？就是就是就是，谁来试一试？我先来。我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冬瓜是黄瓜假扮的，快追！收获满满。他把我们的身体变成了食材。别想跑！嘿嘿嘿，路边拦车真便宜呀！耶，车费转我哦！失忆喷雾。不对，怎么越开越偏僻了？师傅，你开错了吧？没开错，我要把你们卖到山里去！怎么办啊？下车！都给我老实点！有了，怎么开来着？停住，你已经被包围了。可恶啊，下次千万不能坐黑车。Yes sir。 天天下雨，我家里都长蘑菇了，我都要疯了。那雨伞喽，给我一把。我也要。那我也。涨价了，500块一把。啊，你雨停了，我不买了，嘿嘿。想走？小天堂下雨。这下你买不买？喂，苏苏，我的水的宝宝可淹死了。喂，你还在吗？喂，小天堂，放停。你还是我认识的皇冠吗？买遮阳伞喽，50一把，500一把。啦啦啦啦啦！医生，我秃头了，我要植发。看我的！哼，搞定！怎么像个野人啊？医生，我好焦虑啊！考生常有的症状，这个药医就好了。我不用焦虑了。好想吃麻辣火锅啊！我想做一个瓜子脸，圆脸不可爱吗？这么好吃啊！亲爱的，湖边没了。我芒果过敏。啦啦啦啦啦啦！最近减肥，来杯橙汁吧。好嘞，免费给你升超级大杯。欢迎下次光临。好像没有下次了。给我一杯提神的饮料。那冰可乐。正子配酒，天长地久。你们要的酒，干杯。这是什么酒？端午当然是雄黄酒啦。游乐园，10块钱一位哦。我们是来找爸爸的。宝贝们，要不要再快一点？快停下来！这里没有小孩了吧？小孩子不能玩这个哦。我来接我爸下班。我自己来。别怕，爸爸陪着你。好烦呐！找你爸是吧？进去吧。带娃好累啊，爸爸不要生气呀，我们会掉下去的。太难了。坚果骑兵，给我一份爆米花，去壳的坚果，等会儿来拿。好的，没问题。不好，微波炉里有黑化玉米怪，现在有非常严峻的任务交给各位。Yes sir。花和
准备好了。苏苏万事屋，我失眠好久了，苏苏。教你个方法，数数，数着数着就睡着了。哦，208，209，210，怎么越数越精神了？我太弱了，我想变强壮，满身肌肉，经得住重压，才能拥有钢铁意志。来这儿。哇，钢铁是这样炼成的。哎，苏苏，我压力好大，感觉要崩溃了。压力不可怕，你要勇于从头开始。从头开始，我懂了。想不到这小苏苏确实有点东西。100度的水能不暖吗？烤榴莲。有没有不是玻璃房的单人间？这种小户型怎么样？还有地暖呢。但是这地暖都快把我烤熟了。奶酪。有没有适合我们的房型呢？您先烤个火，稍等一下哦。等等，老板，我热化了怎么办？哪个好，新房子不就有了吗？刚好集齐了这么多食物，看我把它们变成奶酪之路礼盒。这是轩妈与安家敦煌博物馆一起为大家准备的新品，喜欢吃水果和奶酪的尊度有福了，快来试一试吧。花甲老人凌晨打排位，用障眼打五杀。哦，老奶奶，凌晨3点，一定是拿奶奶身份证绑定的熊孩子，让我逮住了你的漏网之瓜。奶奶，帮我验证一下嘛。不急，我的好孙儿，再来一口。为了游戏分了。奶奶煮的汤最好喝了。哇，只有半小时了，快快快，等你出来，正好解封。小美、小丽、小花，你们的愿望要退游了。孙子，这游戏可太好玩了。